大乘教经上常说，佛佛道同，无有高下。啊，真正是平等法。为什么能超过诸佛呢？啊，这是称赞的话，也是老实话。啊，这个称赞不是虚赞，啊，确实有事实。最特殊的是十方诸佛如来刹土，在世尊这个光中都能看得见，这个确实非常稀有奇特之相。贤首过死，修华严傲智，望经还原观中讲的三种周边，第一种周边法界，这是真的，这是说自信，也包括法相。那为什么相里头有性，性里头有相，性相分不开，性是体啊，相是性所现的，我们讲体相用啊，确实是一体。我们动个念头，周边法界啊，无论是善念是恶念，是念佛还是念人啊，这一念都周边法界，说明什么？法界是一体啊，自然就周边。啊，第二种出三无尽，第三种含容空有，这三句都是形容心得，自信不可思议啊！自信里头没有迷雾啊！啊，悟的人有，迷的人也有，只是悟的人起作用，他清楚的明白啊，迷的人起作用，他不清楚不明白，如是而已啊。